你啊！白龙，阿叔阿姐是头，白骨龙。哇，阿哥，七嫂会唱几个唱歌欢喜吼？唱歌当然是欢喜，哇，唱歌还叫将这烟雾给唱走去嘞。啊，你今日要啉什么啊？甲平时同款啦，戈壁乌手袋。戈壁乌手袋啊！钓鱼，卖啉甲甜啦，爱减肥。 伊话搁个爱水，戈壁乌手袋，钓鱼一杯吼。阿米啊，恁来扫家呢厉害嘞，来坐嘞，甲讲啦。啊，因为恁吼，唔只是安怎，我后日一直请，啊一直加扫到即阵啊。哦，我知啦，最近啊，迄个外面啊烟雾是遮尔啊多，搁遮尔啊严重哦。 我昨日啦去联络所，遐准备的时阵啊，联络所大健康的故事咧，伊伫咧讲咧，咱厝内吼在准备加扫油水，预防万一啦。是啊，我厝内出来楼骹的表大地波色啊，爱讲啊，迄款心脏病还是肺痨病的人啊，若是即几日感觉袂舒服，上好马上去看罗军。啊，你看讲，我是不是应该去买一挂N95口罩来收掉？ 哎呀，买一两个就好了，超级市场才得有诶，免紧张诶。哎，你敢放心啦？卖为着这个冤枉代志，啊，逐个毋敢出去活动，安尼我要怎减肥啊？哦，对哦，对哦，这嘛是着爱加吼。老魏啊，我看你还是减肥外面的活动啦，特别是出去拍拍照。哎，你要减肥咧。 这个钱贵，先唔通食咧，天气遐尼热咧，会过皮肉咧。啊，皮肉皮凉点，我啉啦。我跟你讲，买真侪果子咧，等我坐淡互你食吼。唔免啦，我要去做工啦，今嘛慢食。嗯。哎，你个头子啊！哎呦，这淡薄面。